车用支架，那它是全铝合金的支架制作，然后它这个是可以adjustable， 它可以调整的，所以只要是 iPhone 可以放啊，然后这种 HTC 的电话也是可以放，这样可以卡得很紧。那前面可以360度旋转之外呢，它这个整个支架是可以左右调整，然后也可以上下，所以其实会根据你的这不同角度，就是做最舒适的摆设这样子。那它的吸盘也非常的就是很强壮，所以那它这边是可以，这是有可以调的强度，所以越往里面压，它吸力越强。所以很多时候吸盘用久，它会失去那个吸力嘛，所以你要再往前压一格，它会有重新再吸更强，可以增加它的产品的寿命这样。那它打开是不是只要往后搬，它就？对，你要先把这个两个往上，这样往上拉，然后再往后搬，然后就轻轻的就可以拿下来。然后你要装嘛，就是这样放上去，先吸好，然后再压到你需要的那个强度，然后就好了，所以很方便。那它因为全铝合金，所以感觉质感很好，那黑色也不容易会反光。